这是我调试好的一台汇川变频器在塔吊起升上的参数。好，我们现在试一下。现在我们打到一档八赫兹，自动打开，电机开始运行。打到二档15赫兹，电机在加速。打到三档30赫兹，打到四档50赫兹。好，现在我们达到五档100赫兹。电机运行的非常快，但它运行的非常平稳。四档，三档，二档，一档，停。自动和电机配合的非常好。有想学变频器参数调试的，今晚8:30，我直播为大家讲解